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，故事的结局只剩下了苗族阿妹翠翠在孤独的老大，而湘西的苗族同胞则是勇敢的追爱。我们为以湘西的原创作品《苗族歌舞追爱》曾经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。 再一次证明了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瑶族，去看一看瑶族的姑娘们、小伙子们是怎样谈情说爱的。